我是薇薇。明天12月4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来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双子座的朋友，各方面都财运亨通，而且呢做事是心想事成。处女座朋友也不赖，可以签订重要的合约，还有很大的生意呢都会在等着你。而天秤座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不但甜甜蜜蜜，另外一半也是对你体贴有加哦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要留心了。摩羯座朋友要特别小心，心情方面会有点沮丧。水瓶座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，如果呢情绪有点低落，一定要为自己加油打气。而双鱼座的朋友更是要小心财务危机，这方面呢也要多加的小心才是哦。另外不同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，这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金色系，最佳数字是8；土象朋友是黑色系，最佳数字是9；风象朋友是灰色系，最佳数字是4；而至于水象星座朋友是橘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2哦。